什么情况？居然有人说我不行啊！今天呢，有一个粉丝说最近的视频为什么没有整活，是不是不行了啊？用不用我给你打一个素材？我就跟他说我是技术主播，就是因为比较忙没时间打。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他整活了一个素材，让我看一看能打多少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整的是一个什么流派。